咏春，叶问，我真想看看你一个大男人是怎么打出一套女人拳的。好嘅功夫系唔会分男女老幼嘅，睇人嘅啫。至于打成点，你一阵咪会知咯。请。小心你把口啊！师傅，冇事啊嘛，没事。点啊，金师傅，我啲功夫还可以嘛？不用说了，今天北方拳输给南方拳了。你错了，唔系南北拳嘅问题，系你嘅问题。